So when I ruin all your goals and dreams out of water, riding around with homies like we won the city. Looking fresh and feeling like a millie. Moving silence, you can never hear me. If you got a problem when you see me, talking, making major moves. Rolls Royce, no top. Me, no one will ever stop me. Me against the wall, I got my back against the wall. Oh, no, I'm hellbound. Oh, but I'm well now. Oh, on the road to riches, I can never lay around. Oh, so don't make a sound unless you make it loud. Everybody scream, everybody scream, everybody scream. That's my only thing. Yes, I'm a born winner, a Jordan 23. Woo! All my people G's until the party cease. Run it.新北广的球迷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周末呢下午呢跟大家见面。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球给彭真的彭真。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 Handy Handy Lee。当然呢，还有在我们的左上角，我们的灵魂人物 DJ 上，现场所有的观众，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尖叫声！ Yeah！ 应该陆陆续续就会把这边坐满了。没错，那另外呢，提早进场的诸位们，提醒你们，应该都有在我们进场的时候拿到我们准备的进场小礼物。除了呢应援拍拍伞之外，我们在这周也准备了球员的胸针要送给大家。大家呢是否可以拿到自己喜欢的禁卫军的胸章，就要全凭自己的运气了，好不好？那我们的小礼数量有限，我们送完为止。那本周呢是我们感恩节感恩周，所以呢国王队呢也准备了 King's Giving 留言板，你可以呢在上面留你的便条纸，感谢你想要的人事物，打造一个充满 gratitude world， 将感激的心情呢传递下去，传给更多人。没错，那我们城堡的周边活动呢，有我们 Area 02城堡夹鞋机、王道银行以及 Global Mall 环球购物中心所准备的小活动。我们呢，以及欢迎进场的球迷朋友们，可以多多利用空档的时间呢，去体验我们的小游戏。另外，今天我们禁卫军预测赛是第一位传出助攻的禁卫军，想要参加预测的球迷朋友们呢，邀请各位可以到我们的预测摊位，在比赛开始前投下你神圣的一票。我们将会抽出一位幸运的球迷朋友，可以获得我们 Queens 的小抱枕。那相信呢，大家今天都看到我们穿上的是 Plandian， 所以中场呢，我们感恩节限定的 Turkey Toast 呢，我们邀请四位球迷朋友一起来参与我们小游戏，
最终呢，赢家就可以获得 Pleiadian 的服饰。没错，就像彭尊讲的，我跟他身上呢已经穿下我们 Pleiadian 跟我们书豪所联名的17号系列新商品。那我们呢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这系列新商品已经在我们的主场抢先独家贩售了。那此系列呢将在我们的12月1号在 Pleiadian 的全台指定贩售据点正式开卖，想要抢先拥有就趁这一次的机会咯。那这边呢，皇家团队跟 Pleiadian 呢也有事情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在本周两场赛事哦，禁卫军先发五人 starting five 进场的时候呢，每一个人将会送出一颗有 Pleiadian 的以及林书豪的签名球，好不好？所以你们记得呢，在先发五人出场的时候，要你们最大声音来迎接他们。那这个球呢是非卖品，所以大家好不好？今天五颗，明天五颗。哇，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哦。那另外呢，相信大家在今天的新庄城堡路口就已经看到水行侠帅气的身影。没错，这一次呢 DC 年度重点大片水行侠失落王国，我们当中的水行侠将兄弟联手对抗恶势力，保卫王国，守护世界。在本周末呢，只要找你的兄弟一起在我们城堡的路口与水行侠兄弟视觉一起拍照，上传到个人的 IG 或者是 FB， 设定为公开 Hashtag 兄弟联手王城荣耀，就有机会抽中水行侠电影票两张。那今天呢和兄弟一起看球，十二月呢和你的兄弟一起看电影，抢先美国好不好？先看先赢。那我们新北国王的林家兄弟呢，以及所有禁卫军的兄弟呢，即将兄弟联手，团结一心，并肩作战，一起守护我们的王城。请各位新北国王球迷看至上方，水行侠，王者登场，守护家园，对抗强敌，年度压轴。Aquaman is gonna taste blood. The old ways aren't gonna help us anymore. I'm gonna do this myself. 兄弟联手。Fine. Flex your muscles. 站上巅峰。12月20日周三，水行侠失落王国。手王城荣耀，现在用最大的爆炸声，让我们欢迎我们全新的拉队——新北国王拉队 New 台北 Queens。Yeah。All right， 我们的皇家 DJ DJ 上 Drop。The Queens. Better have my minor to Rihanna while the whole club fucking wasted. Every time I drop, I am the only thing you're playing. In a drop top, do 100 y'all in my rearview mirror racing. Where y'all 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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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uis XIII and it's all on me, nigga, you just bought a
请掌声给我们新北光大的 New 蔡北 Chris。今日新北光再度面对桃园埔园领航员，上周双方战到难分难舍，今天呢邀请所有球迷呢一同守护王城。首先为各位介绍桃园埔园领航员，二号陈玉瑞，六号关达佑，七号乔楚瑜，九号李学林，十号林子伟，二十五号林正，二十七号张振雅，三十号白耀珍，四十二号沃许本。接下来进场的是先发五人 starting five， 一号丁恩迪，五号密克斯，十二号李家康，五十五号 Tucker， 六十九号卢俊祥，董事长李宗树，总教练哈米诺斯，助理教练及球员发展总监杨怡峰，助理教练黄启峰、马怡宏、唐伟杰，数据分析师柯焕维。请所有球迷朋友们将目光一致上方大荧幕。进场的是新北国王，首先为各位介绍 Number Four 禁卫军御膳大厨李威霆。Number Twenty Four 大心脏后场指挥官小胖洪志善。Number 72，观众就爱看小丽林丽人。Number 3，皇家禁卫军小敏陈俊南。Number 19，皇家大锁榜哥林俊榜。Number 11，新北皇家坦克王柏志。Number 49，禁卫军防守悍将阿宅宰正浩。Number 17，我大苏喜。舒世勋。Number 33，
守护着 Christian Anikin。接下来为各位介绍新北国王先发五人 ，Starting Five，Number Nine 全能后场指挥官，新北飙风玫瑰李凯燕。Number Ten 禁卫军弓箭手，微笑射手 JJ 简佑哲。Number 55空中冲锋部队 Kenny Manigo。 Number 5禁区猛兽年度最佳洋将熊大 Baron Morris。 It's time Number 7展现王者风范，掌控全场节奏 ，Jeremy Lin 林书豪。众将马上助理叫 Mark Capella 林振宇，球队经理洪志福，球队助理洪成渊，心理咨询师 Clay Danner， 首席体能教练张崇熙，体能教练刘振宇，防护员邱博凯、吴松豪，数据及影片分析师李维恩。总经理毛家恩，执行长陈信生，董事长王文祥。接下来新北国王先发五人要送出限量的签名球，有没有球迷朋友想要 Play 点跟林书豪的签名球？发出你最大的噪音，你们在哪里？还有好的，现场的所有新庄城堡内的球迷朋友们，我们呢现在要来一起复习，为我们新北国王加油应援。那我们一起来练习我们的口号。那这边呢，邀请到我们新北国王最漂亮的拉队 New Taipei Queens， 我们的女王们一起来到我们的场中央，跟我们一起为我们新北国王加油应援。好的，我们的女王们也都久违了。这边呢，也邀请大家可以把你们的排排站折起来，以及可以把你们的声音拿出来，跟我们一起练习我们的进攻以及防守。All right， 首先呢，在进攻的时候，我们呢会有一个节奏，啪啪啪啪啪，我们就要喊出新北国王。没错，再让我们练习一次。大大大大大，新北国王，没错。DJ Sound，让我们一起来练习我们的进攻吧 ，Let's go。新北国王，新北国王，新北国王，新北国王。没错，以上就是我们的进攻。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防守，一起让我们捍卫我们的王城。DJ Sound Let's go。防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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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守。没错，以上就是我们的新北国王进攻以及我们的 defense 防守。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借用
安，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来到镜头来欣赏巴斯利第四季例行赛的现场直播。今年11月25号星期六下午的2:30，将由新北国王在主场新庄体育馆对决的对手是桃园埔园领航员。这也是这两队啊连续2周的第二次交手，会是国王继续连胜呢，还是领航员扳回一城？首先来看到目前的战绩，刚才有提到新北国王目前是一个开季3连胜，据钢铁人跟梦想家目前开季呢1胜1败，胜率5成。另外台北富邦勇士1胜2败，另外今天下午的领航员，还有等一下5点钟的工程师，都要来寻求本赛季的第一场胜利。好，在今天下午这场国王主场的比赛呢，将有明智的转播团队为大家带来决赛讲解的服务。我是张浩中，还有身旁邀请到的球评呢是好久不见的贾凡。凡哥你好。耀中好，大家好。哇，真的是很久没有看到凡哥在我们 Plusy 的舞台上来出现了。那在今天呢是新北国王对上桃园埔园领航员的比赛，在今天呢林书伟这边呢，是因为脚踝的伤势啊，没有办法出赛。那上礼拜的第二场比赛呢，其实就已经是稍微休息了一下。可以看到今天是穿着便服在场边呢。另外领航员这边今天的周怡翔，同样是因为上礼拜这两队对战的时候有一个大腿伤势的出现，就他本人表示啊，可能还需要在2个礼拜的时间来复原。而讲到上礼拜这个国王跟领航员的交手啊，是由国王拿下了胜利，其中他们的大前锋苏世轩砍进了3颗3分球，其中呢还有一颗呢是在关键的第4节。我们赛前也请他来聊一下今年赛季他对于这个外线的把握有没有做什么样特别的准备，以及在今年洋将啊改了4节8人次之后呢，对于本土的内线该要怎么样来生存。来听一下世轩的访问。就是从以前一直都有在练啊，只是可能去年的例行赛，然后可能就是刚回来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伤势的影响，然后回归，然后可能自己心态上也没有做好，就是太多，就是比较好的准备吧，所以可能一开始的例行赛的命中率比较不理想。那自己也知道，就是这一个休赛季自己该去努力的方向，就是自己的目标也明确吧，就是就是这一季的命中率一定要在。希望是可以在3成或3成5以上，就是自己有给自己定这样的目标，那就是也蛮开心。上礼拜的状况还不错，那也希望可以持续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改这个赛事对我们是还蛮好的一个改变，我觉得是蛮好的改变，就是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刺激。就是如果你没有，尤其是在这种双洋将，大部分球队都是用可能两个大洋将或是一大一小的这种状况的话，我觉得外线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刚刚苏世轩有提到啊，在这个洋将4节8人次的情况下，本土内线是越来越难生存下去哦。的确哦，那苏世轩他的好处就是他在外围他是可以有面框进攻的能力哦，而且近几年他的三分线的稳定性其实一直在增加，所以在上场比赛也能够获得非常一个好的这个出手的机会，那他也都把握住了。另外看到今天来访的桃园埔园领航员，在他们的登陆名单上面啊，出现了一个台湾篮球迷相当熟悉的名字，李学林啊，这个球员凡哥应该也是相当的熟悉啊。是哦，那学林其实我在台中有遇到他，其实他在离开梦想家之后，其实他也有到离开中信特工之后，也有到中部协助大学的任教，但是让他的身材其实保持得相当的精壮哦，所以我也认为他其实回到这个舞台，他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哇，转眼之间这个黄金世代已经来到不惑之年了。李学林今年39岁，看他从2002年到现在，其实职业生涯已经打了20年了。对。那黄金时代这一批球员，其实他们的球技真的是不在话下。那他们的自律性哦，让他们的身体的体态，其实保持的甚至比现在的年轻球员来的还更好哦。啊，这个李学林是毕业于屏东高中啊。赛前我们找了他的学弟陈玉瑞，刚好休息室的位置就坐在他旁边。我们来请陈玉瑞来谈一下，这位老大哥加入对于球队有什么样的改变？相信大家也知道嘛，薛林哥就是非常有经验的控球，包括之前在国家队、在大陆。那我觉得他的加入对于球队，相较于我们球队，其实都是，包括我自己都是属于年纪比较轻的球员。那在这方面，我觉得他可以带给大家的经验是，
可能数据上是很难去体现的。那我觉得这部分在那么有经验的学长去加入到我们，是对我们这支年轻球队有非常大的帮助。我觉得我们本土在进攻方面比较敢去做进攻，不会像上季一样可能都是比较被动的，都是今年会比较敢去做进攻跟尝试，那可能分数相对也比较高。那防守的部分，我觉得因为上个礼拜我们的失分也是相对的高了，那相对我们上一季防守是失分比较低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在防守的态度跟强度上，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可能问题就是在于我们防守一些团队防守的沟通跟交代。刚才玉瑞讲完学龄之后啊，谈到的是球队的第一场比赛，也就是上个礼拜对上新北国王，其实他们是攻下了113分，但同时也失了123分。这个分数的涨幅啊，其实跟领航员去年不管得分跟失分都在80几分上下，是有一个蛮明显的差距。的确啊，领航员在今年开季，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火力的确有明显提升，尤其是塔克老师加入之后。但塔克老师是一名进攻型的后卫，那在防守端的部分也是领航员今年必须要做好的功课。对，包含这个得分跟失分，其实今年赛季的第一场比赛跟上个赛季的平均啊差了20-30分啊。三分球的部分其实场均也多了6颗。刚才玉瑞也有特别提到啊，今年可能本土球员比较赶攻的情况下，也许在整个赛季的平均得分会比去年这个80几分应该会再上涨一些数字啊。对，其实在今年我们看到领航员比较好的地方，就是他的进攻的火力明显的增加啊，尤其是塔克老师的三分线在上一场10投6中啊，那包括大前锋 Mix， 他也是一名非常优质的这个内线的这个球员，而且进攻的手段非常多元。他在上一场的中距离的命中率也相当高，所以进攻端看起来今年不会是领航员太大的问题，他不会有平攻的问题。那但反过来就是，你如果能够攻得进，在防守端上面就要再下功夫，尤其是决胜时期。在上场比赛其实蛮可惜哦，前三节其实也是压着新北国王打，那到了最后第四节崩盘。那今天这场比赛，我相信领航员他也是应该会有备而来哦。对，这也是两队啊，算是连续两周的两次交手，上一个礼拜的对决，领航员是其实得的分数相当不错，而且是一路咬到第四节啊，最后才被新北国王有点像是一波流拉开了比数。今天两边的阵容其实跟上礼拜交手是差不了太多的，新北国王这边的林书伟依旧是穿着便服，他最近啊新的谈话性节目也在网络上面释出了，有兴趣的球迷朋友可以去听一下。全场一起，来大脚的话，你只会接到接过来。那在领航员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丁恩迪这个外籍生的角色，对整个领航员团队来讲，应该也会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的确，丁恩迪这几年其实他的进步大家也有目共睹，尤其他现在在三分线外围有投射的能力啊。那这个对他在这个球队里面能够担任外籍生上场，对球队一定会有非常显著的贡献。You can drive, you can attack.这是 Plusly 第四季例行赛的第三周的赛程，新北国王是继续在主场要来迎战对手，今天对上是领航员，明天对上的是钢铁人。画面上的李凯燕上一场比赛对上领航员，其实表现得相当出色，是有20分7助攻的表现。这场比赛的三位执法裁判黄振峰、张吕月以及黄小涵，两队的先发五人，领航员这边有丁恩迪、李家康、卢俊祥、密克斯以及塔克老师。主场的新北国王穆伦斯、简佑哲、曼尼高、林书豪搭配李凯燕。好，今天这个倒是把简佑哲拉上了先发。对。哇，那新北国王这个阵容感觉蛮小的。两队在第一场多队厮杀之后，相信这一场啊都会有所变阵啊。那有所变阵，当然就是针对上一场的一些开赛的一些问题跟缺点做修正啊。
那当然这场比赛两队的阵容都有略微的调整，那主要简耀哲拉上先发，我相信新北国王这边一开始应该想做的是速度战啊。开赛是一个跳球为例，这边是领航员的球，今天客队的领航员身穿白色球衣，主场的新北国王穿的是黄色球衣。林恩迪在弧顶，来看一下给到密克斯，这边把穆伦斯拉出来打，直接打一个三分球，哈哈，这个对位上面啊，直接投了一个面包。对，这一球打得有点急躁哦，整个战术系统并没有完全执行完成哦，这个 Max 的这个出手有点太过于勉强。这边曼尼高在外围持球，来底下第一时间要掉给穆伦斯，对，OK, 新北国王这边反而利用简佑哲帮穆伦斯做一个 back screen 啊，在内线差点取分。密克斯决定要强大篮下，为这场比赛首开纪录。对，哦 ，Max 毕竟是北卡的这个名校出身的内线球员哦，他在内线作战的手段跟稳定度还是相当好。李凯燕这边一样在找布伦斯，第二时间的出手拿到了分数。防守起来，防守，防守。哈克这边来找队友卢俊祥在外围，尝试一个三分的出手，这是一个三分球。哦，有哈克在场上，整个领航员他的整个进攻的系统跟他的这个逻辑哦就会比较合理哦，他的整个进攻端上面。他做进攻的选择，包括导传球都是相当稳定。这边林书豪来一个大号的三分球。哦，这边领航员有 Tucker， 那当然新北国王的林书豪对球赛的解读能力啊，还有技术哦更是卓越啊。Tucker 自己后撤步也砍一个三分。穆伦斯拉下这个篮板。上礼拜对上领航员的比赛，穆伦斯是单场31分，大家也在讨论这个帝王穆是终于回来了。是，一个简单的假掩护，然后林书豪在外围做一个很机警的跳投，回去还不小心跌倒，但他其实这个投篮的距离是相当的远，很远，对。切入的过程中造成了犯规。先过了李家康，第二拍遇到了 Mix 和他的一个变速之后的一个 inside 哦，还是制造对方的犯规啊。简单的掩护，这边要来甩开李家康，可是反手的上篮球没有进。哦，非常细腻的这个短距离的一个背后换手。嗯。到了卢俊祥，这边决定要挑战篮筐，吃掉了简佑哲。书豪这边来转换快攻，这是他招牌的 reverse layup。哦，这个是我们之前在 NBA 看到林来峰时期的林书豪最常做的一个反勾的动作。对。来底下丁恩迪，这边有身高的优势，但没有打掉曼尼高。布伦这边尝试一个三分外围出手，力道大。哇，这边凯燕他紧紧压迫了塔克老师。哦，两队今天的进攻的节奏还是打得非常快啊。不过，在防守端你也可以看得到，两队其实针对这个持球者，他的防守的压迫性都非常强啊。直接往篮底下掉，哇，这球直接打到篮筐了。要利用篮板来传球。开赛7-7。方方都命中了一个三分球。哇，这一球真的是高难度哦。嗯。连过两人，然后利用篮筐去做到掩护的一个反手的这个上篮。再给到卢俊祥，底下假动作再度来挑战篮筐，最后被丁恩迪进攻篮板加一，得分加二。对哦，今天的卢俊祥这个点非常勇于进攻哦。简佑哲这边大一步的急停跳投，简佑哲防守，防守，防守，防守。密克斯今天其实都把这个空间拉得很是防守，防守。
希望可以把穆伦斯给拉出来。对，转换快攻的机会，曼尼高这边跨步进来，前面起身时哨音已经响了。哇，这个感觉好像没有摸到啊！我这个手是明显的往下挥啊，挥击。那第一拍到底有没有打到这个快？这个慢动作也看不太清楚啊。还有第二次罚球的机会。比数10-9，国王暂时1分领先。在外围来找机会，李佳康，平原地的掩护，这边来直接挑战篮筐，左手上篮得分。哇，李佳康今年开季是真的不一样哦。对，哦，他今年的在后场控球，他的整个打球的自信心相当好。嗯。这球应该是打到了丁恩迪的脚上。其实加康这位球员上个赛季啊，到了有点像是后段啊，才进入到卡米洛斯的轮替当中啊。今年是一开季也就有这些机会了。哦，李加康本来就是一名非常优质的控球，因为主要他的身体其实相当的壮硕。哇，是李凯燕的三分外线，今年开季他的三分一样维持上个赛季的高水准。再给到密克斯，外围卢俊祥，吹的是李凯燕后面的打手犯规，第一时间他是叫得很大声、啊。哇，这个是领航员这边防守的一个漏洞啊！凯燕这个球，他是从后面去拍击，这样子的一个超球的动作。不过一般在台湾的裁判，这种球通常。你只要做出来，不管有没有打到手，裁判基本上都是会享受的。嗯，卢俊祥在外围出手来了一记三分球。今天开赛，他目前已经拿下了8分。哦，今天的开赛两队的命中率都相当高哦。范尼高这边跨步进来，右手挑篮得分。边线裁判给的是新北国王的球，马克老师是双手一摊啊，卡米诺斯也在摊啊。现在场边出现暂停，双方的比数15-14，主场的国王一分领先。回到新庄体育馆，今天是新北国王在主场迎战桃园领航员的比赛。画面上啊，是今年有全新补强的 New Taipei Queens， 这是赛前啊 DJ 有特别介绍的。在战况部分，国王在第一节前段啊，目前是一分领先。其实双方在开赛的命中率都还是保持的相当不错。哦，刚才这个球是塔克跟裁判这边有一点complain 啊。就是他认为这个球应该是凯燕去拨出去哦。
也算是塔克跟卡米诺斯默契很好，是你们同时同时做到一个挑战的动作啊、嗯。这边李佳康的贴身防守造成了犯规，是俗称可能比林书豪老婆更贴近林书豪的人啊。基本上整个球场上面就是贴着他在跑啊。对。哇，这个打到脸啊！林书豪也双手也在、啊。哇。那这场裁判可能会有点压力啊、哦！林书豪来尝试一个大号的三分出手，再来一颗，哈哈，同样啊，也是在第一节砍进了八分。哇，这个球一开始就利用 Evans Card 一个特殊的一个设定的战术，让林书豪去取得球权啊！哇，即便林书豪刚才被挥击到，哦，两边现在对裁判的吹判可能都有一点点质疑啊！哦，林书豪刚才那个脸的确是有被打到，不过他不屈不挠。哦，还是有办法完成这一次的得分任务哦。两边都做出换人，陈玉瑞进场，还有陈俊南也进场。啊，两个室友在同一个死球的状态下一起来到球场上。卢俊祥。今天开赛他感觉信心是相当的足够，前一场卢俊祥其实有点受到伤势的影响啊，出赛并不多，就上场19分钟攻下5分，其实今天第一节啊就超越他第一站的得分了。哦，这个球 Mix 的手明显的拍击到莫伦斯的脸啊，所以现在也是考验裁判的这个吹判的尺度哦，因为刚才前面几次的拍击基本上都没有响哨，那经过球员的一个跟裁判的一个讨论之后，现在裁判的尺度会比较紧一点，现在基本上碰撞就会响哨了，防守者也要特别谨慎哦，不要过度的碰撞或者是伸手去做无谓的拍击。对，不过刚才领航员的防守在后场这边给的压力也是相当的大，才让他们有这个转换的机会。对，今天的两队的调度也相当快啊，新北国王这边马上也换到了一个替补的阵容啊。对，另外领航员这边上一场比赛啊 DNP 的林振这边也在第一节替补进场。哦，边线的裁判有给两次罚球，那应该也是进入到加罚状态了。Washburn 可以不用争到底是不是出手动作了。进入加罚状态，领航员就下去。所有新北国王的球迷朋友们，来喽！是第一节，双方分数打得高，但是这个犯规也是蛮多的。而且火药味蛮重的哦，就是说两边其实对防守的强度都拉得相当高。好，那所以我们前面刚才有提到说两队也对裁判的吹判尺度有做一些争取哦，那现在的裁判其实在吹判的尺度上面也明显的比刚才前面刚开赛来的谨慎一点了。这边又换另外一个人啊，来伺候林书豪，这个是从去年林书豪加入钢铁人之后啊就不断上演的画面啊，随着是林书豪的走步为例，刚才在卢俊祥的关门情况下造成林书豪的失误。来看一下刚才这个防守，哇，不过这个球俊祥看起来他是身体的侧面去冲撞林书豪，那这个球的吹判也是有一点讨论的空间，对，这个门就关一半而已啊。看一下塔克老师给到底线 Washburn， 哇，来一个军训翻身跳投，哇，这个是动作一摆啊，但是球没有进，一个 hesitation 之后，塔克老师来一个高难度的反手拉杆上篮得分。哇，刚这个也算教科书等级的动作啊。林书豪是反手勾，他可是一个正面的
顺手的勾射。啊，今天林立人很早就打卡上班哦，第一节就命中了三分球。对，哦，小丽是微波炉哦，基本上他替补上场总是能够一上场就对球队有所贡献了。好，球队来尝试一个三分。哇，讲到小丽，这个亚凡教练应该相当熟悉啊。应该有一本他的使用说明书、啊、使用说明书，对，从小看到大。林立人往里面塞，这边造成了失误，21-17，新北国王领先四分。吴俊祥这边左手边线的裁判有响哨，这是一个出手的犯规。对，哇，今天的卢俊祥真的是打得非常的强势哦，不管外线的投射，哇，先看塔克老师这一球，哇，空中的一个滞空，哦，闪过了这个穆伦斯，利用篮筐当掩护，哇，后面的打头犯规啊。对，其实今天领航员还蛮常来切入挑战篮筐的。对。在我们球框后面拿着加油棒的朋友们，交给你们了。吴俊祥的第二次罚球，两罚都有。在第一节，目前吴俊祥拿下了十分。这边也退场，稍微休息一下。对，哦，俊祥今天第一节打的真的是非常强势哦。嗯，外围小敏看了一下篮筐，杰路再重新来找队友安妮奎，尝试一个三分的出手。新北国王的教练团、啊、形容安妮奎像是年轻版的 Quincy Davis， 就是肯跑肯拼肯做苦工。对，哦，防守的态度意识都相当好。球再回到塔克的手上，这边做了一个假晃，退到底线的三分出手，这难度是比较高一点。对，这个球新北国王已经做到一个 push down 的一个防守的陷阱了，然后在侧边也形成一个包夹。苏世轩这边跨步进来的抛投得分，今天第一球啊不是外线，靠着抛投拿下两分。塔克老师甩开对手，收球之后要到了犯规。哇，他自己其实有点懊恼啊，这应该要 in one 的才对啊。我塔克的这个进攻哦，真的是令防守者捉摸不定哦，忽快忽慢哦。哦，这个球先做一个急停之后，突然的加速哦，陈俊南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球他会攻哦。嗯，篮筐后面的朋友们，以他自己的标准，这球没有进算加罚，应该是不及格的。其实塔克老师原本是要去当总教练的，结果又回来当球员了。阴错阳差嘛，还是回到他最喜欢跟球迷最喜欢他的位置啊。啊，没错。第一节打了很长一段时间啊，塔克老师要休息，换上了去年的新人王白耀成。来，第一节还有三分钟的时候。小敏捞出来，一样跨到禁区，跟苏世轩一样的动作，篮底下大送子，这边再抢，最后是张镇雅拉下这个防守篮板。白耀成掩护过后，选择中距离的急停跳投。现在由后场洪志善来指挥节奏，重新再找小胖，剩下最后的六秒钟进攻时间，这边又再度发生了失误。哇，这几波连续进攻不进的情况下，新北国王是马上换上林书豪，还是需要有一个主轴跟核心在球场上啊。再做一个 hand off， 然后这样绕出来，
拜拜。那球球到禁区抛投，篮底下 Watchman 造成了犯规。哇，其实今天第一节享受的频率其实是还蛮多的。对。今天第一节开局哦，裁判的哨声是比较松的哦，所以刚才前面我们看到就是非常多的一个内线，不管是推人或者是拍击的动作哦。那后来因为这个拍击的比例越来越高哦，所以裁判现在也做了这个吹判的尺度的调整。那现在就是在攻防两端其实都要做一些合理的移位哦，减少手部的拍击或者是非法的这个推挤哦。华士本两罚都有，再度回到了一分差。来看一下这个战术要做给林立人，再做一个 give and go， 赶紧回 handle。最后的四秒钟，林书豪球被拨掉，但裁判还是享受。哇，陈玉瑞这个是不可置信，还是被打到脸啊？我不是很清楚啊。应该是林书豪在左手运球的时候，右手有一个挥击的动作，应该是这一段。来看一下。哦，那但是这其实还好。陈玉瑞，这个是不是最后这一拍？最后这一拍，哇，这个无影手是直接扫到了陈玉瑞的脸上。哇，是被自己队友打到。哦，差点冤枉林书豪。是被林正打到的吗？对。哦，前面几次的掩护之后的一个哦，陈玉瑞防守的这个强度哦，真的是非常强哦，硬是要去闯过这个掩护者，然后紧贴林书豪啊，最后当然林书豪还是哦锲而不舍哦，经过了这个重重的掩护之后，还是取得了一个进攻的优势哦。哈哈，大家还可以看了一下陈玉瑞是不是有进场过早啊？刚这个镜头是蛮有趣的。结果还真的没进，底线裁判也给了一个进场过早，让林书豪再罚一次。要拉上胸。这是第二罚，给他罚进去了。防守起来。林书豪一样在第一节个人拿下了十分。国王这边防守突然了一个变阵啊，二三区域联防。防守，底线张镇雅的出手机会。防守，那就要注意区域之后的转换快攻喽。小打大的机会，林书豪，第二时间再给到苏世轩跟进的抛投。这球难度很高，篮底下最高的就是林正，一样是造成了犯规。对，哦，林正上场他的主要的工作就是冲抢篮板哦，那他在进攻端的这个篮板的跟进也做得非常积极啊。林正就下去，来喽。今天发球比较多，林正第一球进球的方法。在第一节末段，双方该各还有四个进攻机会。陈玉瑞这个表情，很想帮他配一点旁白。你也没有办法，因为林书豪的身体的高度跟对抗性还是优于陈玉瑞哦。所以这个球他摆明的就是贴着陈玉瑞去打。哦，在没有协防的情况底下，国内的后卫基本上应该一对一没有人能够。单防林书豪，哇！现在用来防守林书豪的两位大锁陈玉瑞跟李家康都在下面了，都先下场，进场先保养一下，对，全身都是伤啊。林书豪这边也是一样，不遑多让啊，手臂都已经去拔罐了。巴西的这个比赛强度真的很高，林书豪两罚都有。给到塔克，
第一节最后一波进攻掌握在新北国王这边，林书豪把节奏给慢下来，新北国王大家等到最后的六到八秒钟再来发动。林书豪对上张镇雅的防守，左手的运球切入到篮底下，这球放篮差了一点点，刚才是不是有哨音的出现啊？刚现场比较吵杂一点，裁判吹判是推人啊，林书豪在上篮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碰撞啊，这应该是吹张镇雅，但是其实他是一个连续动作，吹的应该是抢球的这边的犯规啊，这边的犯规，林书豪这个球是好球，对，站上罚球现在是安妮奎，卡米诺斯的表情可能会怕收到罚单啊。在这个罚球的同时还有0.3秒，在第一节最后的尾声，在第一节打完了，新北国王目前是29-24，双方都有球员得分，直接上到了双位数。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微来看第二节的比赛。跟你旁边的朋友左右朋友取暖一下，跟小朋友 hug 一下好不好，兄弟之间也可以，父子也可以， Hello 欢迎新庄体育馆， hug 一下抱一下，冬天嘛，冬天嘛。捡到签名球了是不是，父子要不要抱一下 hug 一下，感恩节好不好，秀出你的爱，我想要看你跟旁边的 hug 一下，还有最大方好不好，大方一点来了，哎哎哎，什么意思，我们 Chris 也可以 hug 一下吧，勾肩搭背的部分来咯，哎，可以跟，应该是妈妈吗，跟妈妈 hug 一下，黄 Light 欢迎 女子宿舍来到球场，欢迎我们来新庄体育馆哦，这应该也是兄弟吧，兄弟可以抱一下啊，这个已经在 hug， Hello， 欢迎回到转播的现场，今天下午是新北国王在主场迎战桃园领航员，第一节领航员这边卢俊祥拿下10分，新北国王的林书豪拿下12分，在第一节的得分啊，29-24，其实双方的得分都还是蛮高的，即便今天开局两队的防守强度其实拉得非常高，尤其对持球者的一个压迫，那还有积极的一个内线的补位协防，但是今天开局两边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主战的球员基本上出手的状态还是相当理想，好不好，注意一下，第二节的一开始球权掌握在李康明的手上，在外围来一个背后传球给到 Washburn， 这边飙进了一个3分球，对、哦、即便你防守已经设下陷阱准备在边线的边陲地带去包夹塔克、哦、啊，他的反应还是非常快速、哦、这边换成白耀成来贴着林书豪，哎呦这个战术做得相当好 哦, 哦，转换边的一个后门走位、哦、差一点做出来，哦，你看塔克这个球、哦、原本在边线要形成一个 double team 啊，他一个快速的反应做一个背后传球，
啊，这边 Washburn 也学了一下上一季的队友艾尔斯的爱的弓箭手啊。是。注意时间哦。刚领航员的教练团在争取，这一球是不是打到篮板后面了？其实是不是一个出界球啊？再交给小白，白耀成垫步到篮底下再交，还有四秒钟的进攻时间。哇，这边丁恩迪就是比苏世全高啊。对，而且他站位站得非常好啊。哦，当他的队友准备进攻，他已经偷偷的这个卡在篮下，卡到有利的位置啊。这个，哦，这边你去看。哇，一个强势的一个向前的推挤啊！啊，舒适圈这个球应该做好了 ，box out。嗯，开赛应该说第二节开始啊 ，Washburn 这边是连打五分，领航员现在把比数给追平。再做一个 handoff， 这边有大大小的机会，球没有交进去，舒适圈选择直接投篮。小白变挡加速，平原底有外线瞄的机会，空档做出来啊，这球可惜没有把握住。舒适圈，帕克做了一个 snack 之后来投一个中距离。前面有快攻机会，看球能不能交到林凯燕的手上，再把空间给拉出来。哇，再给到苏继全，这个球的反应，出好精彩的助攻。哇，非常积极的一个空手走位哦，那成功的吸引对方的一个补防哦，再做一个漂亮的助攻哦。加康，等一下再给到白耀成。31-29，给欧运球拉出来，这边有穆伦斯单打的机会，最后转到面向篮筐，用右手抛进这两分。防守，再守一个，防守，防守，防守，老白。自己绕了一圈哦，出来再交给 Washburn。哇，真的是加二机器啊 ！Washburn， 第二节的 Washburn 火力全开了。其实上个赛季 Washburn 就是领航员啊最稳定的一个洋将啊。上季是出赛26场，场均21.3分，而且这26场比赛啊，每一场比赛得分都来到双位数。林凯燕这边再来一记三分球。哇，这个球！海燕先去冲抢了一个 long rebound， 哇，自己带出来又做了一个回击的三分呢。防守，防守，加康，防守，我们再做一个交叉，防守，中间跳丁恩迪，能给到李加康，这边有一个三分瞄篮机会，篮底下丁恩迪第一时间没有补进，自己再抢一个，最后底线裁判给了走步为例。哇，我的天哪，领航员这边选手跟教练可能血压都比较偏高啊。来看一下没有补进之后抓下来这一球，最后给了他走步为例，真的走步。对，确实啊。他不是刻意的啦，但他是脚在接到两只手持球之后，两只脚有一个明显的离地的滑动的动作。刚才卡米洛斯在旁边当起了交响乐的指挥啊。因为刚才丁格尼这个球，因为他真的这个是慢动作，大概才看得清楚了，因为他瞬间是一拿到球的第一拍，两只脚就有一个前后的一个滑动，就两只的轴包括轴心组都已经明显的离地啊。
出来，花旗馆大打响。回球，简佑哲跳得高，再甩给底线空档的穆伦斯，一个转身进来造成了犯规。莫伦斯这个球打得相当聪明了，外围的假动作切入之后再去用身体去碰撞，找到了一个犯规的机会。旁边出现暂停，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不急，等一下要成交。中场游戏获胜的朋友可以获得由 Cladium 提供的新款来这边的朋友写好了，等一下记得拿到球的朋友记得到我们的商品部，我们会有工作人员把你们带到我们的场下。麻烦呢我们所有接到球的球迷朋友请记得现在移动到我们的商品部，我们工作人员呢会引导你们来到我们的。新北国王是连续两天16日要在新庄主场迎战领航员，明天要对上的是钢铁人。有不少球迷朋友是西家带眷来到球场看球。在上半场目前打到第二节，剩下7分11秒。双方5分的差距，挖雪本这边还在跟裁判讨论一下。等一下呢，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跟着我们场边的。而且今天这个洋将的好朋友穆伦斯还有挖雪本又交换头带了，等一下罚球的时候可以来看一下穆伦斯的头带。上面写着沃许本啊。今年穆伦斯是新北国王的洋将队长，同时我看他应该也算是在台湾的洋将协会理事长。他其实私底下蛮常跟这些来台湾讨生活的朋友们算是一起聚餐啊，一起出去玩。哇，这边肢体动作是比较多一点哦。吹的是李凯燕的犯规。这个球丁恩迪已经站定位了，那凯燕就是被掩护到之后，他硬是要把丁恩迪撞开来。哇，这边新北国王的第二个人气王王柏志要来到场上了。穆伦斯跟李凯燕退场。哇，真是一出来就有球迷拿着手机要对着他拍了。其实王博士自己访问的时候也有提到，不晓得为什么球迷特别喜欢我，他说是不是因为我长得比较讨喜啊。防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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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三分出手没进。这边往八边线，再把球交给曼尼高，弧顶面对塔克的防守，扣一个挡拆，来到计时时间喽。
马安妮奎跳得够高，拿下这个进攻篮板，再交到简佑哲的手上，哇，又是他再抢一个篮板。不过这一次球拿出来到了领航员的手上，领航员这边应该要争取一个义务啊，违反运动精神犯规。领航员请求换人。这个球就是简单来讲，就是看他是对球还是对人啊。看起来这个球他是从后面去环抱防进攻的这个得力者啊。对，现在裁判组都要来看一下回放，因为第一个条件是前面国王还有另外一个防守球员，这个不成立。另外就要来看，就像刚才凡哥说的，是不是对人直接的一个犯规，因为后面还有一个退防球员是洪志善。哇，现场看回放的时候，这个球其实简佑哲不需要那么紧张哦，因为其实洪志善已经退防了，这个球并不需要去毁掉这个进攻者。对，好，确定这边看完回放之后给了一个 U 啊，对，因为明显的就是防守者是对着人去环抱。其实安迪奎是连续抢了两个进攻篮板啊，但是这一球送出来是直接送到李家康的手上。领航员出下，并且享有球权。李佳康将会有两次罚球，再加上李航月的球权。只有你们能够守下这一球，来了，来了。佳康这两次罚球够稳啊，有顶住这个压力。3336。罚球完，因为违反运动精神犯规，这边领航员还保有球权。林静被砍手的是卢俊祥，球再回到帕克的手上。亚康垫步进来，这边想要换到另外一边啊，直接被安妮奎扇了出去。进攻时间剩下两秒钟，接到球之后马上出手，卢俊祥再来一个三分，今天他的状况确实是不错。目前为止投进了三颗三分球，攻下是三分。看一下刚才这个拆弹成功，卢俊祥借由队友的掩护之后，在四十五角拿到了一个空档机会。36-36。黄博士再来做一个掩护，换手运球，曼尼高再跨步到篮底下。这个难度相当高哦，曼宁高利用王柏智的一个掩护，王柏智掩护真的很扎实啊。密克斯这边打了一个安妮奎的 N1， 对哦，那密克斯现在在内线他有高度的优势啊，所以他也相当聪明，直接进入到内线去做一个内线的强攻啊。哦，现在禁区基本上没有人比他高，穆伦斯在场下休息啊。到这个球，先利用王柏智掩护之后，清空了一条这个康庄大道。那他当然他腿的力量也是非常足够，空中的续航之后把球摆进到了。这个三分打完成之后，领航员是超前的比数，39-38。哇，曼尼高这边马上还以颜色，曼尼高再把分数给压回去。让我们守下这一球吧。防守，帕克，哇！对抗之后的出手被盖了虎扑。来看一下这个前场的转换，简佑哲三分没有进。这边五个打四个，因为帕克刚才有点受伤的情况，还没有回防。但是新北国王没有能把球给打进去啊。帕克在空中
一个碰撞完之后，主要他落下来的时候应该是有撞到篮筐的这个基座这边哦，不知道他的脚有没有去受到伤势啊。这个自己的出手也投了一个面包，再看一下这个上来被盖之后啊，后面是直接重心失掉重心之后，哇靠，这是闪躲，对，后面这个闪不掉，对，闪不掉。左手放篮，对，摆进这两分。林书豪在过半场就射下了一个牛角的布阵哦，然后一个 double screen 帮这个林书豪设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攻的空间。节奏感觉够，没有被一直敲打。陈玉瑞这边挑战篮筐成功得分。小打大，面对王博士的防守，我再交给湖顶的卢俊祥，跨步进来，摆进这个分数。哇，卢俊祥今天无所不能啊！赛季的第二场比赛，六九大魔王是正式回归，这是顶级的火锅。前面领航员多打少的机会，三个打一个，再给到Parker，但是底线的裁判给了一个进攻犯规。哇，篮底下人是倒成一片啊！哇，先看一下，希望大家都安全。给双方球员一点掌声，希望球员能够。好，林书豪这个球防守真的非常聪明啊，因为这摆明的已经被李多打扫，是一个二打一的绝对优势啊。哦，但俊祥这个球，他给完球之后已经来不及刹车哈，那林书豪直接站到有利的位置，制造一个带球撞人。我们再看一次啊，直接放打扫，直接放掉后面的塔克哦，在前面设下了一个带球撞人的陷阱啊。哦，这样子的画面在国内比较少出现，但是在林书豪在 NBA 的洗礼哦，在这个 NBA 的这个赛会里面，他们非常善于利用他的这个防守的一个陷阱哦，制造进攻的带球撞人。对，是可能没想到后面玩起叠叠乐啊，最后四个人叠在一起。来喽。43-42，第二节还有2分44秒。Let's go, Chris！ 交给范景高，林立人选择自己切入了，再找到穆伦斯。哇，这个背后传球没有给到位，发生了失误。想要抢这个时间，用背后直接给。对，这个球背后没有问题，因为它角度是适合的。不过如果是个地板球的话，可能就比较漂亮了。哇，内线已经有些冲突了，裁判赶快介入哦！哇，这穆伦斯跟卢俊祥，刚才其实在卡位的时候有相当多的肢体接触。哇，这个第一时间赶快介入啊！在内线的卢俊祥在空手走位的时候，应该跟穆伦斯在篮下已经有一个碰撞哦。那碰撞之后，裁判第一时间没有介入哦。那后来他们两个就停在原地了。卢俊祥索性他也不跑。就直接找穆伦斯做理论，那这个时候就引爆了这个冲突。对，刚才第一时间裁判其实就给了一个双方犯规哦。对，那没想到第三周例行赛这个大场面来得这么早啊！来看一下，刚场面有点混乱。现在裁判应该要透过重播，对，再来检视一下。因为刚才他们两个都不是持球者，所有这个观众跟镜头的聚焦都不在他们两个身上哦。底线卢俊祥先推哦，他去阻止这个穆伦斯的一个移动哦，他想设下掩护，然后穆伦斯被挡到第一拍之后，我就去找卢俊祥做理论，而且身体是有碰撞哦。哇，这边不得不说小力这个介入调停的速度是蛮快的。来看一下这个卢俊祥，其实跟穆伦斯双方的肢体接触大概已经有三次了。就是不断的推挤，对，卢俊祥真的很带种啊。卢俊祥之前
补习的英文，不晓得有没有派上用场。双方犯规啊！黄队五号莫伦斯以及领航员69号卢俊祥，双方违反运动精神犯规。裁判刚才是给了穆伦斯还有卢俊祥各一个违反运动精神犯规。对，基本上都是后续的动作哦。第一拍卢俊祥在底线去小挡大哦，帮这个米克斯做这个底线的掩护。那主要是他在这个掩护的过程当中，他的手肘有去碰撞到穆伦斯哦。那当然穆伦斯可能觉得这个动作哦，他受到这个非法的掩护，那第一时间因为裁判没有下哨，好，所以穆伦斯后面就非常强势的去做了一个回击哦，那两边再来一下就产生了这样子的冲突。林康明请求换人。那在两个违反运动精神互相抵消的情况下，对，两边都要冷静，因为两边刚好在球队里面在进攻端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得分主力哦，哦，绝对不要因为这样子的冲突而失去比赛的资格哦。米克斯地板球给到李嘉康，哇，嘉康这个球给得很漂亮，不过非常可惜哦，啊，这个4秒尾力已经不够了。新台的防守国王球。在卢俊祥刚才那次违反运动精神犯规之后，他也单场第四犯了，对，所以也在领航员这边马上做出一个换人。穆伦斯在弧顶这边直接来一个三分力道短，再给到陈玉瑞，前面一打一的机会，来看一下曼尼高怎么处理，撞开了陈玉瑞。哇，这球曼尼高打的也是够坚决，跟够有霸气的。防守，防守，防守，防守。尼克斯在外围出手，防守。这个曼尼高跳的真高啊！全场一起 ，Let's go！ 第一次接球。这边球被拨了一下，来看一下是领航员掌握到了球权。嘉康这边空间有点拥挤，然后绕开来给米克斯，米克斯这边来单打苏世轩，来看一下这个球，裁判没有给啊。对，苏世轩提早的犯规啊，因为这个球明显的。米克斯在篮下有一定的这个进攻的优势了。苏世轩 holding foul 进入加罚状态。领航员五号米克斯，这个球其实有一个碰撞啊，不过因为米克斯看起来他是想要往上起跳，所以裁判放掉这一次的进攻犯规。好，那苏世轩这边他是提早的先下手。上半场能不能保持领先？好，两边都进入到加罚状态了，所以苏世轩这个球虽然是在米克斯出手前先犯，不过还是进入到加罚的两罚。这边 Washburn 跟米克斯互换，第二节的比赛还有46.8秒。在中距离找机会，45-44，一分的差距。换手运球，甩开了林书豪，踢到篮底下，剑齿虎攻下这两分。有一个快速的一个变向的一个过人哦，李嘉康这个球切得相当漂亮。最后在李嘉康这个上篮过后，帮助领航员在半场是建立一个三分领先，47-44。
双方要进入到中场休息，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两位一组，两位一组，然后我们这两位一组好吗？然后那我们移动到旁边啊，对，两位一组的意思就是你们要两两 PK， 两两 PK， OK。好，那我们这位朋友在我们这一边的球框，这位朋友呢在这一边的球框。那规则非常的简单，只要等一下呢拿到球投进一球就好，一球就好，没有进的话补篮。投篮都可以，只要进就好。进球之后呢，当你在那边投完球进球之后，马上跑到我们的三分线，不好意思，然后我们呢拿起旁边的鸡，我们感恩节的火鸡，三分线里面感恩节的火鸡，投三支先获胜的，先投进三支的就是获胜者， OK 吗？ OK 吗？不一定要在三分线哦，上篮或投篮都可以。那我们两位一起来中间吧。好 ，OK 哦，准备好了吗？双方出发！哦。好的，双方都投进了，在我们的哎，我们这边投进了一支火鸡，好，哎，进度还是只有一支。好的，双方都各一支火鸡，两支火鸡，剩下最后一支火鸡。好的，恭喜我们左边这位朋友获胜。那记得先留步，等一下呢，好不好？还有一场，还有一场，请留步。好，两位弟弟，我们往前。好好 OK， 3 2 1 Let's go。 好的，我们左边这位朋友呢已经投进了，来弟弟要投到进为止。好，我们已经进了一支火鸡，两支火鸡，三支火鸡。好的，弟弟这边也进球了， OK。可惜弟弟，你的对手已经获胜了。好，弟弟，让你先投一支。好，再来一支，再来一支。好了 ，OK， 弟弟，你的对手已经获胜了，给你投一支好不好？大家给我们这位弟弟一点掌声 ，Come on！ 好的，那我们刚刚已经出现两个获胜者。今天下午新北国王在主场迎战桃园福原领航员啊，其实打完半场，目前是领航员取得一个三分领先。在第二节可以看到，其实领航员打出一个相当不错的攻势，23-15，在第二节是把这个战局逆转过来了。的确啊，领航员第二节的沃西本，他在整个禁区还有包括三分线的一个投射状况相当理想。当然卢俊祥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在今天的表现真的是非常全面的。对，可以看到两队的半场数据啊，领航员领先三分。另外在三分球的部分啊，一边命中4颗，一个命中5颗。以这个数据来看啊，可能国王这边失误是比较多一点。帮我们中队引导一下。好，恭喜呢，我们最后在上半场领航员其实就发生4次的失误，相较之下这个表现，这个环节的表现是比国王还要好上一些。所提供的新款球鞋，在今天上半场其实以整个态势来讲啊，跟上周的比赛其实有点接近啊，两队都打出一个相当不错的进攻的攻势。而在整体方面，领航员只有4次的失误，这个比新北国王的10个失误来讲，相较之下控制的比较好。对，第一，今天这场比赛绝对是一场高水准的演出哦。两队其实在防守的强度拉得非常高的情况底下，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节两队的命中率其实还是相当的好。好，那主要我们看到第一节前面的穆伦斯，好，那整场比赛。
赛在上半场的林书豪只要上场对球队都有所贡献了。那林书豪这个点今天其实我们看到领航员已经利用多名的这个后卫对他重兵看管，包括李家康，包括陈玉瑞，那林书豪还是打得非常的强势哦。那当然领航员今天在上半场能够领先，关键球员当然就是卢俊祥，俊祥今天在三线外围的一个火力的一个资源，包括几次非常强势的进攻哦，那在整个进攻端上面让领航员能够持续稳定的进账，是领航员在上半场领先的一个最重要的球员。对，刚才凡哥讲到的卢俊祥在上半场其实是攻下了15分，其中啊包含2分球的4投2中，还有3分球的4投3中，15分的表现也是目前啊半场得分最多的选手。另外林书豪虽然是送了重兵看管，但是半场其实也有14分的演出哦。的确啊，那林书豪当然他在进攻端他的贡献度绝对不是只有账面上这14分啊，他不断的去做到强势的切入，那也可以去在进攻端上面制造这个切入破坏之后防守补防后的助攻哦，让他的队友可以轻松的得分。那曼宁高这个点当然在上半场也打得相当的积极啊。曼尼高在第三节是攻下6分，目前上半场是9分。不过相较于曼尼高，另外一名洋将穆伦斯在半场目前只有4分进账，包含在第二节这个大场面，在上半场的表现是比较沉寂一点。对，穆伦斯今天其实被对手其实都重兵看管，而且不断地把他踢到三分线以外，让他在禁区的一个进攻威力大大的减少。好，我们这边要请球迷朋友稍微休息一下，稍微回来是第二段的中场奖评。心中的那个唯一的梦想，就算的人没有别人。Boys in the hood，我的祝福都出声，不停在变更。Go blue， I live in the past and I live in the present。现在成未来，so I live in the future。I saw that man。我爱在的笑，如果你等多爱你的。
欢迎回到转播的现场。半场的比数，领航员47-44领先三分。在上半场，其实卢俊祥的表现呢相当的突出。看到这个领航员的半场得分，卢俊祥15分，沃许本10分，另外密克斯7分，李佳康6分，倒是塔克老师在上半场只有3分的进账。对，塔克老师在上半场事实上主要的工作是穿针引线啊，那他整个进攻端其实被对方都是利用这个积极的协防，甚至很多球在边线都是变成一个 double team 啊，哦，减少他的一个进攻出手的一个机会。那反而今天我们看到卢俊祥在上半场开局哦，整个在进攻端打得非常的强势哦。另外在新北国王这边得分最高的就是林书豪的14分，另外曼尼高有9分，李凯燕6分，布伦斯还有志炫是各拿下了4分。对，那当然新北国王的林书豪，我们看到即便今天的这个领航员针对他这个点是完全重兵看管，每一次他持球后面就已经缩小准备去协防，甚至是夹击他的一个运球，那他还是非常强势的去做到一个进攻的突破，甚至是能够助攻给他的队友得分啊。这边请球朋友稍微休息一下，第三节比赛马上回来。好，我们现场的球迷朋友们，准备呢要回来喽。我们的精彩比赛呢，准备继续进行。Diamonds be dancing like Bobby. They dance. Don't touch it, it give me cocky. Don't touch it. We get it. Gon' trend on the top. Keep trend. The way I pull up, I'ma pop it. And none of these niggas gon' stop. Pull up. Gone. Put it. Don't get a cup for the drip. I'm a muck. 5 kilo. Keep stacking your bang. I'll give it. Never would. I throw some shade on it. On tape. Look. Don't play with it. I see the big picture. We up on it. The huncho, the one you gon' call on it. I got your back. You gon' follow me. Fall. When I get up, we gon' ball on it. Fall. Look, we beat out the system. The system.Water on me like the sun of song, carry song, pointers, all these commas, I won't fun, fun, me go gunners, out the jump, buy it all, front of me, cake on me, no fun, cash, drop top, feel my stomach, drop top, get these play, no runner, we gon' chrome my wallet, smoke my pot, take 35 to the trappers, trap it, I was outside just serving narcotics, pay me that stick, made one wrong move, just pop it, living on broke with a flooded out in the hotel, I'm欢迎回到转播的现场。今天下午2:30开打的比赛，新北国王在主场迎战桃园璞园领航员，这也是两队啊连续两周的交手，看看是国王可以拿下一个对战2连胜跟开季4连胜，还是领航员啊可以在今天这场比赛来开张呢本季首胜。另外等一下5点还会有新竹接口工程师在他们的赛季新主场
的赛季球场主场开幕战来迎战的对手是福尔摩沙梦想家。第三节比赛开始，球权在新北国王的手上。看到上半场有四次犯规的卢俊祥，第三节并没有在这个出赛名单当中啊。给到底线啊，这个是林书豪的精彩助攻，找到了林凯燕。哦，林书豪处理球还是相当细腻，主要他在禁区他的切入，他不怕碰撞哦，也不怕对手的协防，他可以非常冷静的去找寻他队友的机会哦。防守，防守，防守。这边啊，差一点被曼尼高给抄掉，防守真的是相当积极哦。对，然后又是一个边线的 double team 啊。防守，这球跨不进来，小兰没进。来看一下新北国王的转换快攻，直接跨步挑战篮筐，你再捡到篮底下，哇，这个小打大一样挑战丁恩迪得分。曼宁高起跳的这个高度，还有他的这个瞬发力哦，这个 power 爆发力哦，弹跳的速度相当快。固定密克斯的出手。林月从后面点球，抄掉了林书豪的球。来看一下帕克，这一次密克斯有展现出他的身高优势了。对，哦，传给密克斯是非常安全的处理的这个结果。Let's go, K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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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左边切入的抛投。这应该会吹篮底下倒地林书豪的犯规。风队七号林书豪 holding down， 边旁边底线球。哇，这个其实林书豪上篮的时候有点危险啊。对，他是抱着平衡底，前后都有一个防守者的夹击哦。来做一个 hand off， 篮底下球被拨掉，给到前面曼尼高，又是一打一的机会，李佳康的防守，哇，其实已经踩住他的角度了，但是还是被曼尼高给摆进。曼尼高他不太怕本土球员的身体碰撞啊，基本上碰撞完之后，他还是可以去继续延展，找到这个好的进攻的空间呢、啊。这球被拨掉。又是曼尼高，对，这一球启动啊，直接造成了犯规。杨仁十号的加强后进岛，方队边线球。哦，他整个快攻切入他的进攻的范围真的非常大，迫使了这个领航员的防守者不得不缩小，哦，然后再去做到一个助攻的选择。这球开进来啊，直接穆伦斯就选择了罚三分。米克斯在弧顶，球没有交进去，在找人传啊，最后比较冒险的传球，底线裁判给的是李航云的球，但这边裁判可能要讨论一下，到底有没有新北国王的人碰到这个球。看起来应该还是领航员的球。帕克，53-49。用速度摆脱，最后再回头找队友，但是这边传球已经被预测到了。李佳康想自己打也被挡下来，对，这个进攻过于勉强，启动的第一拍造成了塔克的犯规。上领航员请求换人，
林振还有卢俊祥进到场上。今天得分手感相当不错的卢俊祥，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他的犯规麻烦。哦，俊祥要非常小心了，他不能再犯规了。阿克，把节奏给慢下来。回头再交，林振在底线有一个出手的机会。哦，卢俊祥拉下了这个篮板，对，同时造成了国王的犯规。哦，卢俊祥不晓得会不会担心一下，会不会是吹我犯规啊？这个球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啊，因为俊祥双手已经先掌握到球了。那林书豪他其实他也是对的，第一拍是对的球啊，那后来下来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好，接下来动作有去拍击到卢俊祥的手。这是林书豪的第三次犯规。罗应林振来一个骑马射箭哦，在弧顶的一个阶梯掩护哦，然后林振顺势的 rolling 到篮下，一个高抛投完成得分了。哇，这可能是卢俊祥的犯规，该不会是第五犯了吧？对，真的是第五次犯规。哇，这个对领航员来讲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消息啊！哇，因为卢俊祥今天的进攻端真的贡献太大了。哇，这球他其实可以放掉，因为林振已经做好补位了。哇，卢俊祥这个球其实真的他自己要记得哦，他不能再有任何碰撞了。但是卡总倒是没有选择把他换下去哦。啊，这个时候要换了，张振雅对，上来这个时候赶快换振雅上来是对的哦。让俊祥先下去，第一个先冷静一下，然后赶快跟他讲哦，他的犯规麻烦的问题，然后可能他应该要修到第四节哦，再上会比较安全哦。防守。防守！在找机会啊！这个传球发生了失误，前面曼尼高在前面，新北直升机直接来了，单手飞扣。哇，这个灌篮的方式对曼尼高来讲算客气的了。这一节拿下六分。哦，领航员现在比较大的麻烦就是他的失误率太高哦，而且每一次失误对方都可以去轻松的打到一个反击的快攻哦。这边篮底下最高的就是密克斯啊，因为穆伦斯被拉出来了。现在密克斯去内线做一个比较安全的打法是好的选择哦，不然几次的外围的倒传球被对方洞悉传球路线哦，领航员这一段。时间的速率真的太高了。穆伦斯高难度的翻身跳投。哈克，转到底线，完全空档的是李佳康。篮下张镇雅充当活动篮板，拖进这两分。哇，这一球展现他的运动能力啊，空中的一个自控的能力。这一球最高的就是穆伦斯了。领航员五号，这个是打手犯规。现在场边是出现暂停，在第三节一开始的前段，国王队逆转的比数59-55，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口罩好不好？谁缺口罩的？那么多人缺口罩吗？好的，来，继续把你们双手借给我们。
好，现在是北套啊。是连续第二周新北国王在主场新庄体育馆来迎战对手，今天也来了不少球迷观众朋友来欣赏这一场国王对上领航员的比赛。在第三节，其实国王靠着穆伦斯、李凯燕还有曼尼高的表现是把整个战局给逆转过来。对，新北国王其实在第三节主要在防守端做了非常积极的一个协防哦，然后洞悉对手的传导球的路线哦，那几次的一个防守的成功哦，转换成一个以多打少的快攻哦，所以才得以在第三节把这个比分追平，乃至于到现在可以拉开来了。穆伦斯两罚中一，在找机会的外围，小白没有看框，剩下最后的四秒钟了。对，掉到篮底下，密克斯这边发生了失误。所有的掩护都被对方强势的这个防守机给破解了。哈哈，曼尼高这边再度指导黄龙得分。对，然后只要一制造对方的失误，曼尼高就充当箭头哦，非常积极的去做到快攻的启动。曼尼高从后面点球，点出了界外。看一下洪志善，对，找到这个箭头是。他直接攻了。哇，密克斯，这球其实难度很高啊，硬是把这两分给投进去。对，五分差哦。领航员现在必须要稳扎稳打，第一个要减少失误，然后再来就是要快速的回防，因为现在回防的速度有点慢，让曼宁高可以一直充当箭头去做到快攻的启动。那这边换领航员来打快攻，掉到篮底下 ，Washburn 得分。直接把这个密克斯跟 Washburn 一起换上场了，在内线先取得一个高度的优势。然后后卫这边是由小白跟李凯燕，应该是李家康来组织后场。啊，又是穆伦斯。穆伦斯，你如果没有利用卡位把他卡在禁区以外的话，现在整场球，这个两队的这个高度在内线竞争的这个高度来讲，穆伦斯还是具有一定的优势的。啊。其实领航员后场还有一个人可以用啊，我们赛前介绍的李学领啊。哦，是，只是不晓得。曼尼高的启动的力量真的太大了。只不晓得，因为学领也是开季前才加入团队，不晓得整个调整的状况目前是如何啊。下半场逆转的大功臣，张光队请求换人。哇，家康这个已经在国内的后卫已经算是很壮硕的，身体的对抗还是没有办法抵挡住曼尼高的一个强大的冲击力。进入加码状态 ，Kenny Fusion。刚才讲到的学领，不晓得今天有没有机会看到他上场。那学龄其实从中国回来到梦想家的前面的比赛的状况，在决胜时期他有非常好的一个处理球的经验。
那而后到了中心T1 的这个新北中心特工，当然因为中心特工的后卫真的人数太多了，而且近几年的这个几名的控球员，包括李炳生、魏家豪等人，哦，包括林伟汉，哦，已经占据了大部分上场时间，让他在新北中心特工变得是没有太好的这个上场的机会。那现在看看来到领航员有没有办法，哦，在适应调整之后能有所表现。好，密克斯高难度的出手，这是 PK卡给到穆伦斯。对，哈斯顿接球后直接投中距离，领航员还是持续把这个比数给咬住哦。这一节的调度让 Washburn 跟 Mix 一起上场哦。那这两名球员的连线哦，也带动了整个领航员的一个追分的一个能量。嗯，新北国王到现在还是有一个三分领先呢、哦。Let's play, let's play。好，刚刚用我们这边的朋友发送到礼物。Hey, 新北国王目前开季是拿下一个三连胜，在。我们球评杨振磊主持的谈话性节目当中啊，他有说哇，这个新北国王这个开季状态其实是非常的好，是有机会来挑战这个勇士的开季六连胜，甚至磊哥还说新北国王有可能会直接赢到圣诞节，不晓得凡哥怎么看啊？对，我觉得新北国王今年最棒的当然就是林书豪的加入哦，那他可以串起整个球队，尤其是在对方防守强度拉高的情况底下，他能够当作一把利刃，而且他又能够去穿针引线哦。那整体的新北国王有内有外哦，所以在决胜时期拥有林书豪这样子的一个超级巨星，对比赛的这个胜利有一定的赢球的保障。对，而且看到最近几场比赛，其实新北国王是要连续的对战领航员还有钢铁人，在这个赛程来讲啊，可能如果不要提前遇到富邦勇士，这个连胜外界是认为有机会可以一直持续下去。是啊，这也是一个话题了。当然拥有林书豪的加入，然后又能够取得开季包括热身赛的二连胜到现在的三连胜啊，那今年的新北国王哦，真的是对于这个年度总冠军绝对是来势汹汹哦。林书豪在这个暂停过后也重新回到场上，另外领航员换上了关达佑，在前面是都还没有出赛，终于解冻上场了。总部为领航员球。防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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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防守。再加个穆伦斯，今天要直接转身强打，吃掉了 Washburn。对，穆伦斯在禁区，他的进攻脚步哦，非常灵活，然后一个倒叉的旋转。来做一个高举高打，68-63。哇，这一球，密克斯直接撞上了林书豪，边线裁判给了进攻犯规。又是林书豪，他非常会设计这样子的一个防守陷阱哦，提早的一个站定，身体放松之后，哦，让进攻者只要有所碰撞哦，他就会顺势的往后倒。哦，这是也是林书豪引诱对方防守的包夹，哦，小球递给穆伦斯在篮下的一个得分呢。接球吹了关达佑的犯规。关达佑主场犯规。守林书豪要非常有耐性啊，因为你一对一想要去从他的身上取得到防守的优势，难度是很高哦。那这个球林书豪刻意去用他的身体去找防守者碰撞，嗯，哦，那因为防守者也是关达佑想要贴近林书豪，在这个碰撞点，裁判给予林书豪的一个这个给予关达佑的防守的犯规哦，这只能说关达佑在防守端还是要再缴一些学费。
提罚进，就是林书豪第三节的首度得分。两罚都是空心啊。这个领航员有塔克老师哦，那这个新北国王其实林书豪就是林老师的，他也是在帮我们的本土的后卫在上课。嗯。这个想交给底线的白耀成发生失误。一样啊，你和你的球员就是从后场就开始压迫。对。这边制造加速，给到了底线空档的王博士来尝试一个三分。林书豪这个球空档做得非常的漂亮哦。那王博士没有把握住，相当可惜。哇，这一球关达又够积极，篮底下捡到这个篮板，反手得分。包比一下再交球，这边有 mismatch 的机会，看一下林书豪怎么处理。对抗之后，哇，相当漂亮啊！啊。一个 mismatch， 然后做到一个 ISO 的一个 one on one 啊，林书豪他的进攻真的是非常的聪明。小白，这边再给到关达用，现在再来找机会。八十分，翻身抛投，哇，还是相当稳定的得分。对啊，这个球给的相当的机灵，内线的一个进攻的优势。哇，又是林书豪来了，天哪，这个球啊。这一个转换快攻，尼克斯造成了对手的犯规。现在看一下林书豪是一个抛投，对，我先设下利用这个 high pick and roll， 然后的一个抛投，这个球是一个 ISO， 然后直接一对一的一个急停后撤步的跳投。第三节这一段时间完全看这个林老师在上课，嗯，感觉效果不错，我们再来一次，交给你们喽。尼克斯两罚中一，其实在第三节他有单节九分的进账，尼克斯在第三节的表现也是相当不错，74-68，有六秒钟的时间，上拉回来，里面找队友安妮奎，在弧顶的出手，这个三分没进。不过打完了第三节，国王是克服了半场的落后，反倒是74-68，然后带着六分领先，进入到最后决胜的第四节。等一下呢，拍到你的时候呢，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凉凉的天气里面，一起跟你旁边的人互相抱抱取暖，好吗？在感恩节的同时，我们一起互相拥抱。Hello， 耶、yeah! ！Hello， 两位美女，我们一起拥抱一下，没错。让我们的 Kiss Giving 来，来弟弟妹妹，我们一起拥抱，好吗？耶、yeah! ！Hello， 哇、wow, ，欢迎来到我们新庄城堡，耶、yeah! ！Hello， 欢迎来到我们新庄的，哇，已经抱在一起了，好可爱，是我们的小罗。Hello，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新庄城堡。我们的 Kiss Giving， 哇、wow, 哦 ，Hello Hello， Hello， 两位我们一起拥抱一下好吗？在我们的 Kiss， 怎么是抱另外一位？回家要跪算盘的，我跟你讲，哎哎哎，
可以可以可以，四个一起还行。好了，我们两位一起拥抱好吗？在我们的 Kiss Giving， 欢迎各位来感恩的心啊！哇、wow、哦 ，Hello，Hello 两位，我们一起互相拥抱好吗？新北国王主场啊，在这个节与节之间的空档、啊，玩起这个拥抱的镜头。有拍到的球迷朋友啊，记得也不要吝啬啊，不管旁边是谁啊，都抱起来。打完前三节，新北国王啊是在第三节逆转这个比数，打出单节30-21，现在是六分领先。这个对抗啊，给了白耀城的走步为例。走步为例，国王球。看一下，哦，感觉起来林书豪是手去推挤了这个白耀城，让他失去重心。篮地下还有球啊！第一时间用左手摆进。哇，这个球以球领人哦，不过安妮回的这个升空的高度也是足够的。瓦斯本这球要硬打没进哦。哇，这个球慢动作在开始，朱豪的这个倒传球哦，真的是相当精彩。哇，看一下这一球会给谁犯规？看起来有点像是给林书豪一个违反运动精神犯规，因为第一时间感觉他可是有已经掌握到这个球权了。通过画面来看一下，阿可抄到球之后，这到底是谁抱谁、啊？所以林书豪他刚才用中文讲，他其实是先被抓了、哦。第一拍阿可先拉了林书豪的手，裁判没有想哨，那所以才有第二拍的这个林书豪的违反运动精神的犯规。穆伦斯重新进场，阿克他在前三节其实表现并不多啊，下了三分。哦，陈俊然的防守相当积极啊。哇，刚才哈克的进攻大概经过了连续四道的掩护，从侧翼的一个阶梯掩护，哦，到 high pick and roll 的一个 risk screen， 哦，陈俊南的防守的意识真的是非常的坚定哦。这边这个球不知道吹。吹的是安妮奎的犯规，对，那是安妮奎本场比赛的第四次犯规。比分是六分的差距，其实还比赛还有得打。对。哈克。转身后直接出手，对抗之后再后拉出手。球出界，光队底线球。76-70。新北国王发底线，防守重新还原，
球，小白顾卡位哦，没有去捡球，最后是阿克拿到这个篮板。一样是小敏的贴身防守，连包夹过来，正在找队友，剩下五秒钟的时间了，阿克必须要很勉强的出手，这不是一个好的出手机会。对哦，这一段时间陈俊南守塔克守得不错哦，两边的防守强度都拉得非常高哦，所以进攻端现在的出手都感觉相对勉强啊。嗯，决胜期啊，第四节，最后的十分钟以内，防守端的这个强度越拉越高。领航员这边也要重新换上午饭的卢俊祥。看他来这个比赛最后来收尾哦，我俊祥也做了快十分钟啊，哇哇，紧紧贴着塔克老师，现在俊祥要跳出来，因为塔克是完全被守死了，现在先换李家康来对位林书豪，林书豪再来一个高难度的两分，这边是要迫使领航员必须要提早喊出暂停了。比数78-70，我们稍微休息一下。Mr. North for New Taipei Queens， 谢谢我们的女王们。欢迎回到比赛的现场，第四节前段啊，这个国王取得了78-70的8分领先，这让领航员来迫使喊出一个early timeout。对哦，林书豪在第四节我们可以看到哦，这个球权几乎就掌握在他一个人的手上，他不断的利用在I pick 这个五点的位置做到各种的进攻的选择，啊，也可以制造机会给他的队友得分，他自己的几次高难度的单打，在这个第四节把这个比赛的一个优势，好牢牢的掌握住哦。陈俊南就跨步进来，来看一下这个领航员的转换。林振没有看框啊，再把球交给卢俊祥，右手是连续两次出手没有命中，安妮回跑到篮筐另外一边，这是一个 N1 进算加罚。这个球在林书豪的手上，他总是有办法去做到最合理的进攻的选择哦。这个球不急不徐哦，看到安妮可在篮下有一个高度的优势，把这球塞给他，让他在篮下慢慢的打。回加罚也进，双方来到双位数的11分差喽，哇，紧紧的压迫，哇，吹了榜哥的犯规，哇，其实榜哥的脚步跟的还不错，
对，曾经的璞园的防守大锁上场，就是在这个防守端可以给予球队非常大的能量。哎，跟得上年轻人啊，跟小白其实差个十岁以上了。华子本尝试的三分出手。领航员这边还是要靠华子本这个点。林书豪，对，感觉各种高难度的动作对他来说都不是问题啊。没错，因为这个球其实卢俊祥也绝对不敢再犯规哦，所以林书豪非常清楚哦，就贴着这个卢俊祥打。李佳刚才把球给拼回来，但是倒在地上这个动作应该要被裁判吹走不为例哦。走不为例，国王球。来看一下这球被拨了一下，其实李佳刚还是非常的积极，但是在地板上抱球，在转身这个动作被裁判抓了走不为例。对，他的臀部做了一个翻转的动作。哦，领航员现在还是很大的问题，就是在整个进攻系统没有办法跑完之后。冒险的传球啊，造成的失误啊，在第三、第四节的比例过高，也是现在目前落后到十分关键的因素。我们要加，这边被沃许本给识破，前面三个打三个，拖车过来是卢俊祥，这边有个三分瞄篮机会，但是打板球没进。第四节三次的三分出手都没有投进。休息的时间有点太长了，手感有点冷掉。光队飞线球，把节奏给慢下来，林书豪。自己卡位卡得好，再抢到这个篮板。林凯燕提前的上篮，这个球突然杀出来。这标准的小人物上篮。对，而且在这个决胜时刻，哦，凯燕跳出来，85-73。瓦斯本这边再加两分上去。对，哦，小白一次积极的切入，哦，小球传递给瓦斯本。第四节的 Watchman 是领航员目前在进攻点上面最重要的这个支柱哦。个大转身，哇，这球难度相当高，天哪，豪神降临新庄体育馆了。一个战斗陀螺。但这边领航员其实一直是持续有分数的进账啊。对。但防守这边可能要想办法守住林书豪。没错。但关键还是林书豪这个点啊，因为整个第四节的球权都在他一个人的手上啊。那当然，整个新北国王这边也利用大量的这个对球掩护啊，去协助林书豪创造出好的进攻的空间啊。金榜，这球德路球被拨掉。现在还有5分钟左右啊，双方的差距是10分。交给大打小的机会，Washburn，外围密克斯，这球跨进来，造成了林金榜的犯规。密克斯有两次罚球的机会。双方队起球，没错，这个球先。看一下这个林克斯这个球，哦，林金榜的犯规啊！前面的林书豪的进攻，哦，他现在完全就是掌握到绝对的进攻的一个优势哦，啊，也非常清楚领航员的后卫群哦，在经过这个进攻端的一个掩护之后，防守者的一个落后啊，对于林书豪来讲，他可以取得绝对的进攻的空间的优势啊，所以他在整个切入之后的布局不许。能够稳定的得分了。
李书豪把节奏给慢下来。对。哇，又是一次的掩护，之后。哇，现在领航员的防守系统似乎也遇到了一些麻烦了。这球小白展现他的速度优势啊，但真的回过头来还是要想办法守住这个男人啊。现在领航员的进攻没有太大的问题哦，关键是怎么样守住林书豪。这样来一个背后的之后再来一个跳投，哦，总算稍微先阻挡了林书豪一次的一个进攻哦。俊祥，那个六球底线的投篮机会，这个三分还是没进。这个球就相当可惜，进了就还有机会啊。对，现在时间来到剩下最后的四分钟。第四节的球权基本上都集中在林书豪的手上，两人这边转换打得很快哦。卢俊祥先发一个三分球，刚才没有投进的这一颗把补回去了。哇，89-84，塔总在下面已经把陈玉瑞推上去，结果又这样进球之后，陈玉瑞再下去休息，对，又把他再推回去啊。还是安妮奎，白燕。来交到林书豪的手上，连续一个 long two， 应该是一个三分球。哇，林书豪这个是三节11分的演出，现在全场已经来到了30+30分的分数了。对，哦，真的豪神再度降临了。哦，第四节的林书豪，哦，犹如在 NBA 时期的林来疯啊。现在已经拿下31分、8篮板、5助攻的数据，林书豪。这是一个大号的三分球，来的林书豪，哈哈！第四节，新庄体育馆坐不住了，豪神降临，哈哈！现在是全场34分的演出，也迫使桃园福源领航员要喊出暂停。哇，有说有林书豪坐镇的新北国王 How to lose 啊！哇，今天的现场的观众，哇，再次看到林书豪再显神机啊！哦，这个只有在我们在看到他在巅峰时期 NBA 的 Insanity 的一个比赛的画面当中曾经看过，啊，今天现场的观众球迷还有电视机的球迷亲眼见证啊！好，我已经找不到其他形容词可以来讲林书豪了。第四节的表现实在太狂了。哦，福原利用各种的防守，就是没有办法。哦，就是没有办法守住林书豪。95-84啊。其实领航员一直持续有分数进账啊，把这比赛给咬住啊，但是林书豪一个人的表现基本上啊是压过了领航员这支团队啊。在单节是14分的进账，包含了2颗3分球，还有4个2分的 field goal， 外加助攻的表现，基本上是带领国王队这支球队一路压着领航员啊。第四节说在第四节不只是能够得分，主要是他把整个新北国王在第四节的比赛节奏控得非常的稳哦。嗯，那让整个领航员想要积极的反攻，但是林书豪就是能够把这个球权哦稳稳的压在手上，哦，让整个领航员没有办法利用防守端去制造大量的快攻哦，所以这个分数一直就是卡在这个两位数哦。当然，领航员这边小白白耀成在第四节，他个人积极的进攻也协助球队，好在进攻端得到很多的优势啊，也让整个比分持续的有进账，但是没有办法在防守端就是没有办法锁住林书豪这个进攻点。
李佳康的罚球。也把节奏给慢下来。第四节最后两分钟，大脚转移，安妮奎对抗之后的插板，华斯本进来用左手挑篮得分。哦，又是由小白积极的这个切入哦，创造出一次好的这个。进攻的空档，华斯本去把握住了。球迷朋友们，一起倒数。现在一样啊，在控制时间的是林书豪，你说再罚一个大号三分球，不罚！我的天哪！我旁边的球迷全部站起来了。这三分线对来讲是不是太近了？这个已经接近中场 logo shot。哇，这边领航员这边还是有分数的进账，但是就是守不住啊！哇，今天真的大家，现场的球迷，哇，跟观这个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哦，见证这个零三连击的一刻啊！再一个转身，踢到给外围穆伦斯，再加小球，再加李佳康。都找卢俊祥，这边有一个罚三分的机会，篮底下挖出本拨出来，卢俊祥挑战篮筐造成犯规。哇，42.7秒，想要逆转的机会不大了哦。如果俊祥这个球上篮进的话，还有一点可能性哦。啊，现在就看两罚。哇，你说这个球几乎接近到中场的 logo。天能够观赏到这样比赛的球迷，包括我自己本身，虽然是代班的身份过来，紧急的代班，竟然见证到这么精彩的一场比赛。对，这个单节的表现啊。第四节来到最后的尾声，双方6分的差距，李航员先必须做一波成功的防守，才会有机会。剩下最后的8秒钟，看一下林书豪怎么处理，发不进来想交，但是发生了失误，结果，哇！来看一下裁判有没有给进攻违例，有，这边裁判有给了4条进攻违例。他们领航员请求暂停。现在98-92啊，双方是6分的差距，16秒钟。球权在李航这边，必须两个球权，这个难度是比较高一些啊。的确啊，哇，这段时间看到林书豪各种不可思议的进球。单节17分的进账啊。这一节他3分球是3投3中，2分球是6投4中，对，而且3分球是越投越远哦。每一个进球都是非常高难度。我们要知道啊，这一场比赛其实领航员对林书豪这个点，他是有做一个这个特殊的这个协防机制，而且他的防守基本上就是压得非常上去啊，不让林书豪有任何的投射或切入的机会。不过，即便换了那么多组的这个防守的阵容，还是没有办法阻挡林书豪的这个得分啊。目前全场啊是37分，那领航员这个暂停部署势必是出来马上就要用很快速的时间来抢一个三分球了。林书豪现在全场的数据是37分。8篮板，5助攻。哦，
这个发边线我相信应该要做给卢俊祥。哦，补上来了，后撤步的跳投并没有把握住，这球力道短了，这样子让比赛对。那这样子新北国王是即将迎接他们的开季连胜啊，最后的比数停在98-92，也恭喜新北国王拿下一个开季的4连胜，是持续了把他们这个开季的连胜状态延续下去。林书豪全场呢是攻下了37分，其中在第四节啊表现真的是相当的突出，单节17分的进账。来，请凡哥简单来讲评一下这场比赛。对哦，今天让所有的观众朋友见证了这个，我们看到巅峰时期林书豪在这个纽约尼克林来疯的这个精彩片段哦，哦，真的大家都还历历在目。那今天现场能够哦看到林书豪再显神机哦，那真的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得到新北国王的林书豪在第四节完全掌控了比赛，而且各种高难度的出手，哦，真的让这个观众真的大饱眼福哦。那其实整场下来，领航员对于林书豪的防守一直以来也都是蛮压迫的，他是怎么样来突破这样子的对方的针对性防守？的确啊，我们看到林书豪在第四节担任了控球的这个位置哈，那整个新北国王利用大量的掩护哈，包括掩护者掩护者，然后各种的对林书豪的一个持球的掩护，让他创造出很大的一个进攻的空间，主要是能够形成 mismatch。 那林书豪利用 mismatch 的过程当中再去找到各种进攻的突破的空间，那主要是林书豪他的一个进攻的判断能力真的非常好哦。当你 mismatch 他会去传导到篮下以大打小哦，那当你是一个大的守到外围的时候，他又可以做 ISO 的单打哦。所以今天的林书豪掌控了全局哦。好，我们这边赛后呢就要访问到今天全场攻下37分的林书豪。书豪你好。你好你好。好，来谈一下这场比赛啊，其实也是相当的不容易，连续两场对上领航员，而且他们的年轻后卫对你有蛮多的一个防守压迫，你是怎么样来突破这样的困境的？第一必须要给领航员很多 credit， 他们从去年到今年进步了很多，不但是他们的体系，也是他们的一些球员，很多球员都进步了，所以今年是一个新的领航员，可是我们这边也是要一直做调整，我们这里的默契，我们的打法就是非常非常年轻吧，就是只打了4-5场，所以我们还在找很多，就是很努力的去找我们要真正的怎么打，我们的球队的 identity 到底是什么？对。那可以看到，其实在第四节你自己掌握了蛮多球权，三节其实也攻下了17分的分数，尤其这个3分球是越投越远，你自己有看你到底站在什么样的位置投篮吗？没看没看，可是我知道第三节还剩7分半的时候，我叫教练，我说你能不能换我下来，我觉得我在想太多，我觉得我今年加盟国王球队想太多，都要想怎么去跟每一个队友去配，我觉得我那4分钟能休息，我就一直提醒我自己，就是我是为上帝去打球，然后我要靠我的本能的想法，不要想太多，不要一直想，你想更多反而会让你更有压力，打得更不好，所以可能后面我后面4分钟第三节4分钟，然后第四节就是我的想法就是不要想。是，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场比赛拿下来之后，其实新北国王拿下一个开季的4连胜，书豪觉得这段期间球队做得好的地方，以及接下来要怎么样把这个气势继续延续下去？我们现在做的最好的就是我们很无私的去为我们的队友去打。我觉得这是这种文化，这种心态是最重要的。你不能教，你不用用钱去买，你只能真正的发挥出来，有无私的球员，我进球，他进球，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都是互相鼓励，这是我们现在做的最好的一件事。好，了解，我们谢谢林书豪接受我们赛后访问，也再次恭喜新北国王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好，谢谢。谢谢。
啊，今天林书豪在赛后其实也不断强调，他跟这些年轻球员都还在磨合，他自己也在找寻跟这些球员搭配的方式。不过新北国王这个开季确实表现得相当强势哦。的确，我觉得林书豪刚才讲的最棒的，第一个他上为上帝而战哦，他找回到比赛的自信心，再来整个球队就是一个 teamwork， 一个无私的一个团队合作的一个默契跟精神哦。新北国王他的赢球绝对实至名归哦。好，我们这边要请球迷朋友稍微休息一下，稍回来是赛后讲评时间。欢迎回到转播的现场啊！今天真的又是看了一场豪神降临的比赛啊！同时赛后呢，他也照惯例，林书豪呢送出他的球鞋还有球衣啊，给支持他的球迷朋友，而且还会附上一个亲笔签名啊。如果这个球衣太湿，回去自己再想办法怎么处理啊！毕竟林书豪今天上场打的也是相当的辛苦哦。来看一下今天这场比赛两队的整场数据，最后的比数啊，国王是98-92。其实领航员一路以来啊，咬得相当的紧，包含篮板方面相当接近，甚至助攻还有失误，领航员是表现得比国王还要好。的确，我们可以看到领航员今天其实在他的防守的失分上面哦，比上一场几乎是减了大概20分，代表他们今天在防守部分真的下了都非常大的功夫哦。不过我们也看到今天的新北国王也是同样的在防守端也让领航员哦压低了将近20分的分数。那我相信主要还是在第四节林书豪对于比赛节奏的掌控哦，让两队没有办法在进攻端快速的取分哦，那稳稳的利用比赛的节奏跟个人的单打哦，完成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啊。对，而在这场比赛结束过后，我们今天稍后还会再带来另外一场的现场直播，将会由新竹工程师在他们的新竹第一站要对上的对手呢是福尔摩沙梦想家。另外在明天同样也会有两场比赛，新北国王是背靠背出赛，明天的对手换成的是高雄一期直播钢铁人，也有机会来看到林书豪对决他上一季的前东家，也会是一场精彩好戏。另外工程师他们明天的对手要换成的是台北富邦勇士。
好，今天是跟大家一起看了一场相当精彩的球赛，这也是我们贾凡球评啊，算是暌违两年之后再度回归到 Plus League 的这个主播台上面。赛前是因为收音的问题，可能凡哥没有听清楚，我再一次让凡哥来讲一下，好久不见啊，这个球迷，对不对？的确啊，非常开心能够回到 Plus League 转播。那今天又非常幸运，又看到了林书豪有这么精彩的表现。那我们也希望Plus League 的比赛越来越精彩。好，我们今天的转播动作到这边差不多告一段落，感谢贾凡的讲评，我是张浩中，仅代表民视的工作同仁感谢收看，我们下一场直播再见了，拜拜。